世界就是这么奇妙，有人倾家荡产，有人盆满钵满，有人饥寒交迫，有人珠光宝气，有人走投无路，有人春风得意，有人20岁便已经提前去世，有人80岁时仍然生龙活虎。有人说，无论怎么过完一生，到头来都是一样的，这纯粹是胡说八道。赢一辈子和输一辈子，那怎么可能是一样的？胜利要靠自己去争取，等靠药只能等来灭亡和宰割。大自然的生态系统都如此残酷，难道我们还指望食物链顶端的人类会对失败者大发慈悲吗？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